白晴，小白，你跑什么呀？怕你等太久。 那些话，微博上那些话，全是我真心的。我知道，谢谢你，小白，有你真好。 哦，对了，韩商言他有没有骂你啊？没有。啊，那就好。现在呢，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坏消息。坏消息就是我卸任 SP 领队了。 世界赛和亚锦赛结束之后就生效。那好消息呢？好消息就是你的女朋友美丽的爱琴小姐准备要成为联盟第一金牌女解说了，怎么样？是不是很棒？你要转岗？嗯，其实我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只不过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而已。 这一次，正好是天意嘛。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要相信我，我可以处理好的呀。当然相信你，可以处理的很好。但是这一次，正好是天意嘛。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要相信我，我可以处理的很好。但是这一次，小白，我想为大家，我也想为你，做一件什么？爱情，谢谢你替我做这些。 我们两个人需要分这么清楚吗？我一定会尽我全力给你幸福的。嗯，一言为定。 送你回家。不了，我还要回 SP 做一下交接，交接完之后，我想去我爸那儿看看他。叔叔以为我们在吵架，我送你回去。不用，我过去陪他住一晚上，跟他聊聊天，好让他放心。嗯。